龟小乌龟，和我们一起出去玩吧。我不去了，听说外面有大恐龙，你们也不要出去了。我才不信呢，我们就要出去玩，拜拜。算了，我还是赶紧回家吧。我们一起来玩捉迷藏吧，我从一数到二十，一二三四。哎呀，我们藏到哪里呀？七，快过来，我们藏到这个里面。十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十二，十三，我也要藏到这个里面。十六，十七，十八，十九，二十。你们藏好了吗？我要来找你们喽。咦，真奇怪，去哪儿了呢？大鱼、欢欢、麦琪，你们都在哪儿啊？朵朵，你怎么自己在这里呀？咦，是鸡妈妈。鸡妈妈，我刚刚和他们玩捉迷藏呢，可是我现在找不到他们了。听说现在外面有恐龙，是不是大恐龙把他们抓走了？我们赶紧去找他们，快走吧。奇怪，朵朵怎么还不来找我们？哇，是一个大恐龙。大恐龙，快走开，快走开。鸡妈妈，救命啊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啊，快走开。我们在这里，鸡妈妈快救救我们。哦，孩子别害怕，妈妈现在就来救你们。妈妈，妈妈，小点声音，大恐龙睡着了，我们现在赶紧回家。孩子们坐好了。